等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，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。画完了吗？嗯，画完了。一会儿咱就走啊。嗯，精精神神的。嗯。是不是？行，挺好。没事儿，咱都能解决。对，都能解决。只要今天不论无论什么结果，只要这事事情结束了，嗯，咱就是赢的，胜利的。看咱这心态，能赢，咱们能赢。长这么大头一回呀，还能去打个官司？哎呀妈！哎呀，都得经历嘛。哎呀，那谁能心里还能打个官司？你就是还能摊上整这事儿？哎呀，我的妈！虽然咱们遇到小人了。咱也别上火，也别担心，但咱有贵人，对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你看我这心态多好，咱们会有贵人帮助的。嗯，你看我心态多好。嗯，你们别老上火，没有事儿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压抑了几个月，可不咋的，好几个月了，总算要完事儿。嗯，可不是呗，这就完事儿了就好了。到这儿了，等我妈呢。我们没有那个。反正船票进不去呀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，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看看结果怎么样，终于出来了。哎呀，这真是解决完了之后，哎呀，这给你嘚瑟的，这给你嘚瑟的啊。解决完了，买菜去啊！咦，必须的，我包了小时大这是。好嘞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今天必须吃熊你。妈呀，那可不行，我拉鸡一会儿我告诉你啊。不行，不在乎多拉一点。这缺德孩子。我来。来二斤不？我不想吃他家麻花。你又吃麻花？我就想吃点麻花。吃麻花啥也不吃了呗？不，他妈吃麻花还要吃好吃的。我养活不起你了，那让我儿子换媳妇儿。我要吃麻花。你是真烦人呐！我是真要吃麻花。